我所想的是希望把古老的这个教诲实验看看能不能做得成功，做成功让大家来放下。我要做的话是能做三个实验，第一个是教育，教育用中国古老的教科书，古老的教科书小孩从两岁上学，两岁开始读书，到六岁小学就毕业，六年不但着重于背诵，把它讲清楚讲明，而且督促做到落实到日常生活行为，也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友爱兄弟姐妹，这些重要的做人的道理是他们都落实了，都能做到。现在张老师还有几个，再过十年了老师没有了，很可怕。虽然老师有很多我认识，我跟他谈起来他们都非常热心，都希望要这样做法，这种好好事情。小学用一些古老的教材不要编，我们怎么编都不如古人，古人编的这部教材用了1000多年没出事情，这很明显的不出事情。现在编的教材年年都要修改，总没有满意的事，不如了。所以对古圣先贤要有尊重的心啊，要有佩服的心。我们跟他比确实差得远。中学教育用四书五经，大学教育用群书治要，现成的教材孩子们学了马上就管用，他就能替国家服务，能造福社会。所以从教育下手，有专门的好的老师在品德修养日常生活当中表演出来让学生看，这个很重要。老师课堂上讲的，看到老师自己本身做到了，学生就听话了，为下一代培养人才，人才才能够把国家兴旺起来。第二个，养老，年岁大了退休了进养老院生活照顾，一切开销全是国家负责，让老年人过一生当中最幸福最快乐的生活，一般人无法想象。让你老人的从早到晚满面笑容，老人的娱乐要顺其所好，他所喜欢的设施统统有，文化水平高的他的快乐在琴棋书画。我们的开馆请老师教，他天天可以接触到。其次一等的剧本、戏剧、评剧、昆腔，这些他们都懂，都有人教，都有人表演。再就是地方戏曲，中国地方太大，每个地方都有传统的这些娱乐，都把它找回来，培养学生训练者。这个学生培养出来之后专门在老人院表演，让老人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每一天看的节目都不一样，都没有重复的，你知道中国东西多好。所以老人享福是老年人，年轻人要读书逼着他用功，中年替社会服务，老年又养老，变成世界上最理想的一种生活。我们把它做出来，把它找回来。中国过去有，历史上看得到，有记载，中国的教育是为人服务，
中国想到别人就是我自己，我替他服务是应该的，我有这个能力，他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快乐一定要帮助他快乐。所以中国的基本教育是伦理，伦理是一家人，我们这个整个国家是一家人，整个世界是一家人，你就会爱这个世界，各种不同族群你都会适应，都会喜欢，都会替他们设想。再就是生病，医院是国家的，医生是国家的，医药是国家的，你有病到新医院去，病好了出来顶多签个字让他去报销，完全国家来负责。你说老年人他什么都不要牵挂，他不要准备，他自己老了到哪里去，这个做出来之后，我们相信全世界人欢迎。我们做一个村都成功了，我们做一个县市，新加坡做成功了，澳洲图恩巴做成功了，现在我们想做一个省，省做成功是对全世界宣传。西方宗教文化复兴，东方儒释道复兴，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宗教应当有很大的使命，我们团结起来，宗教是一家，要肯定神就是一个。那么许多宗教，那么许多神，是神分身化身，你喜欢什么我就变现什么，其实是一个。这个我们现在在经典都找出来，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。进入宗教学什么？学一家人，一家人的概念，一家人的思想，一家人的道德，一家人的生活。抱上